每个人每天都要呼吸，但是你呼吸正确了吗？呼吸正确可以增加你的血氧浓度，呼吸错的话，你的血氧浓度会降低，会导致你腰酸背痛、新陈代谢慢，甚至加速老化。靠着一根吸管就可以增加你的血氧浓度，你相信吗？跟着我一块去做实验。肖老师，一根吸管就可以改变我的血氧浓度，真的吗？没有错，好，你只要善用一根小的吸管哈，重新把自己的呼吸的方式重新训练起来，而且很快就可以得到你的血氧浓度的改变。可是讲归讲，我可不可以做个实验让我们知道一下？可以哈，那我帮你夹个简单的血氧机哈。好，吐气对的话，你的血氧浓度就会增加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看看哦，那你还不算差啊，就说血氧浓度98，它一般我们希望99，哇，接近到99.9999哈。它代表就是说，你血液哈，这个微血管里面哈的这个血红素，它吸带氧气的比例，我们当然希望它是100%。好的是99。好的，我们希望99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经过一根吸管之后，会不会到99？我们就看发生了什么。这吸管，轻轻像我这样子啊，含着，然后要用牙齿咬着吗？都可以哈。那你用鼻子吸，然后嘴巴用力的吹，然后再鼻子吸，但是要放轻松，不用急哈。你看血氧就来到99了，啊，这样就及格了。为什么这样吸吐吸吐就可以让我们的血氧浓度变高？吸气其实哈对这个血氧浓度改变不大，吐气是一个关键啊。肺部压力越大，氧气进到身体的比例就越高。你吸进去的空气真正进到身体的氧气可能10%都不到。那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血氧浓度变低啊？劳累。如果说像你是98，甚至你看，哎，不练习一下变97了。97耶。嗯。镜头来看一下，96。对。为什么？所以你刚累了。刚累了哈，镜头有看到吗？96、95。对，那这时候我要去休息吗？还是我要开始练呼吸？其实你越休息，你可能会越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呼吸的机制可能有问题。好，那你累过头了，你看你一下掉到95，对，那这时候缺氧。这是因为我刚刚急速做这个，所以上来肌肉张力。对，事实上我应该是更低的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啊，就说你平常工作就有压力嘛，压力的时候，这时候身体就会过度耗氧。那过度耗氧，肌肉常常没有氧气，它也可以产生能量。那它没有氧气的呼吸啊，它会产生比较差异性是比较多的酸。而你身体酸一多，哇，身体的肺电很多，哇，你开个车门被电到，打个字被键盘电到，其实就是说，哎，你身体的毒素在增加。所以你这时候要做的是到户外晒太阳，深呼吸。告诉大家一下，正确吸吐是怎么办？可以简单跟各位解释一下。赵医师不可能每天叼着这个吸管在嘴边，应该怎么样？没有吸管应该怎么呼吸？它吸气比较单纯，就是夹屁股，夹屁股，先夹屁股再吸气。而这时候腹部是缩的，对，哦，空气可以吸到肺部。那这时候屁股放松之后，嘴巴嘘，吹气，对，越有阻力越好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我不可能走在路上也这样嘘啊，那你该怎么办？鼻子吸，鼻子吐，但是你要记得肺部跟这个腹部的起伏，好，肚子尽量是不动。再做几分钟，10分钟，一般10分钟就很够了。你会发现整个身体都热起来了。好，谢谢赵医师，正确的呼吸方式您学会吗？就是，或者是用专程用鼻子。好，只要你学会的话，告诉您，你就可以消除疲劳，甚至刚刚赵医师说的，一些感冒症状就可以立即消除了，都稍微改善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人体实验室下次再见。